中原路是连接大园、中立以及国道交流道的重要道路，途中还有大型购物商场以及大江工业区，车流量平常就很大，尤其上下班时间更是容易出现拥塞状况。而当中最令当地民众困扰的就是中原路以及内定七街的这个路口，因为这里与购物中心的出口交汇，耗制的距离过近，内定七街要转中原路的车辆经常堵到动弹不得。在目前我们这中原路二段跟七街口，因为内定七街是我整个内定里所主要干道出入口，那因为从大江开幕以后设置的这个丁字路口，变成我们七街要往中立方向，过了绿灯开出来只能停三台车，后面车子都塞住了就进不来，啊，等一下绿灯的时候我们七街还是出不来，等于是中原路二段可以直行走，那早上上下班时间几乎都塞两三百公尺。为了解决这个困扰当地已久的问题，议长邱义胜会同当地民意代表以及里长找来交通局会刊，听取各方意见，讨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个十字路口啊，这个交通耗制设置的不是很恰当啊，经我们刘里长的这个陈情啊，以及叶明业叶议员的一个反应啊，今天特别邀请了交通局相关单位到现场来会刊希望我们交通局能够站在民意这边以大江这个来做一个沟通协调出最有利地方市民出入的一个方式。这里之所以会在短距离内设置好几座红绿灯，主要就是因为控管购物中心出口的车流进出，但实际上在购物中心没有营业的时间，这里的耗制一样照常运作，也造成上班车流回堵。要解决的方法，一来是调整耗制运作的时间，或者是协调购物中心与地主另外辟建一条商场出口的路线。大江这边能不能退而求其次把它入口移到这边变成十字路口？好，对了，因为我们早上车子都塞到那个工业城去啊，出来三台车又满了，他就出不来了。我们叶议员有建议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案出来但是还是要由市政府这边来协调邀请大江国际购物中心的业主出面来共同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改从这边出来，对对对，改从这边跟这边接尾。因为这只要业主同意他有这个诚意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是有办法解决的。道路的设计攸关民众行的方便，必须经过审慎考量，而瓶颈路段该如何化解，还是有待各方合力解决。近年来，市政府持续进行水利建设，从污水下水道、河川水质改善到河岸整建，都投入大量资源。不过，有些水利设施不是有做就好，像在中立区中山公园这里的黄前溪，沿岸的石龙就是市府设置的河岸水利工程，但却反而造成当地民众的困扰。它常年如果水位大部分的时间是这样，那这个生态就没有用。用这种方式，你老公也最有关起来有哦，你的公法就对啊，你们的那个石龙就有用，它就会藏一些鱼，藏一些虾，是 OK 的啦，但是它水位常年来就这么高，几乎都这样。你若无落雨，无创啥，伊就是安尼尔尔。所以咱迄个草就会生遐紧的原因就伫遐，你若伫遐水底就袂生啊嘛。石龙的功用在于保护河岸，稳定河道边坡，也可以提供河川内的动植物栖息生长的空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河川的水位都很低，水几乎都淹不到石龙，没有溪水就无法发挥原本预期的功效，反而是暴露在外的石龙结构给了杂草生长的空间。当地里长表示，还有民众在这里遇到蛇出没。可能有些蛇啊，这些会躲藏在里面。有时候鲤鱼在运动的时候，傍晚早上的时候，
会遇到蛇这类东西，他们会怕。有时候所以来你办公室建议，希望说在这个河岸方面能够做一些整理，让他们在休闲的时候不会受到这个一些威胁这样子。过长的杂草不只需要常常割草，也很容易形成脏乱死角，让当地的环保志工疲于奔命。杂草越长，垃圾越多。杂草一割掉，里面全部都是垃圾啊，变成杂草很长的时候变成垃圾坟场。我们三个月没有出勤，结果一出勤割草割完有没有？垃圾大概大袋，三大袋，你看。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这个是有，还算是对黄泉区是一大福音。接到里长反映，里长邱义胜协同当地民意代表，找来水务局人员来到中山公园的现场进行会勘，而公园内也同时在进行黄泉溪立间水质净化的工程。邱义胜表示，水利工程的出发点都是希望让环境更好，但是不能发挥功效却适得其反。他要求相关单位尽速提出改善方案，至少将该河段的石龙移除，用其他较适合当地环境的工法来取代。因为我们乡下那边也是有蛇龙的，但是它基本上它是整个是抹平的，它没有那个洞。你赶快去鹅卵石的啦。嗯，以港湾型鹅卵石，但是它是用水，浆气的啦，浆气。哎，对对对，气食物啊。对，你们研究一下看怎么样。好，我再带回去跟长官。不能没有做了，是我们一定要做。没有做。今天看到我们市政府争取的这个立间带哈这个污水处理的这个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哈那。未来我们的生活废水经过这个立间带之后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废水能够得到改善让地方的这个环境能够更好特别我想刘里长也好张里长也好叶议员也好针对今天的这个会刊除了刚刚张里长讲的就是说居民不能生活在恐惧之下因为的确这个杂草丛生也会有一些夏天的时候有一些蛇的一个出入，让市民要来这边做休闲的时候感到这个身心会感到恐惧。另外因为这一边的公园离工业区非常的近，那移工常常也会在这边做休息那杂草丛生，那自然垃圾就多，那也增加我们水巡队他们。治理这个的时候增加非常多的困扰。那我们希望刘里长、张里长、叶议员都建议，那我们能够把另外这一边的蛇龙能够做一个改善，这样特别建议市政府我们水务局能够把这边蛇龙这个杂草丛生的这个河岸能够。以水泥来做一个河岸让这个河岸能够更干净。水利建设带来更好的河岸环境以及干净水质，但还是得更加面面俱到，才能真正满足民众需求，也不会徒增困扰。公园是最贴近民众的基础建设之一，对养儿育女的家长们来说，更是最平常但也最重要的休憩场地。公园内的游戏场设施简单就能满足小孩与家长的活动需求，而近几年来在公园设置的共融式游戏场推出之后大受好评，也让设置的需求与日俱增。芦竹其实是一个新兴的都市啦，那因为交通地理之便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这边自产定居，也间接产生了这一个是我们桃园市可以说最年轻的这一个这个城市之一的。那相对了亲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游戏器材现在是市民最期待的一些那个需求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恳求市政府其实芦竹目前的这个登户籍人数大概接近17万。可是流动人口我相信已经超过20几万人所以说急需一型一个大型的公园以及共融式的游具，还有相对对小朋友这一个有帮助的一些游戏器材所以说目前来讲芦竹区
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啊共融游戏区哈啊，这是非常可惜的。我看到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大朋友小朋友啊都结伴到其他的县市啊去玩这个共融式游具。其实芦竹有很好的这个地点可以来设置这个共融式的游具啊。啊，不要造成这个市民哈啊，这个老土往返跑了很远的地方啊，带小朋友去那边游戏，这是非常一个可惜跟浪费的地方。市议员楚春来指出，芦竹区人口持续成长，但是在共融式公园游戏场的数量上，却远不及其他区域。以现有的公园来看，人大多以罐头式游具为主。他建议，芦竹区的五九桶山以及光明河滨公园。都很适合设置共融式公园，希望市府可以好好规划。那芦竹那个游戏器材啊，凭良心讲还是比较短缺的啦，啊，只有那个罐头式的游具，还有一些大人的这个运动器材这样子而已。啊，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大型的共融式的个游具啊。啊，芦竹好像都没有看到啊，这是真的非常可惜啦。建议市政府啦哈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公园啊，就是五九桶山这个公园啊，上面有很好的这个地理坡度哈啊，可以来建置这个共融式的游具啊，这是一个首选的第一个地方啦。那当然，我们的光明河滨公园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当然，光明河滨公园目前建置啊还比较完整一点。啊，找出共融式游具的这个场合，还是可以去努力一下。啊，我希望说我们这个芦竹区的这个共融式游具啊，可以提升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啊，在这欢乐过程当中享受天伦之乐啊，这是非常必须的啦。要建设公园，当然需要市府的资源投入。不过楚春来表示，市府近期规划在桃园市八个行政区各编列2000万预算来建设公园。其中却不见芦竹区在规划之列，对此他表示不能接受，要求市府要重视芦竹人的权益。这个市政府啊，在今年度编列2亿元的共融式游具的场所，他总共规划了8个区的共融式游具啊，每区有2000万的经费，可是独独漏了我们芦竹区啊。以芦竹的整量人口排序，还有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排序啊，我相信我们都急需哈啊这样的共融式的游具。那当然，市长也非常关心啊，希望说每区有一个共融式的大型的游戏场。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建制的期间哈啊，能加紧这个脚步，也能让我们这一个市民哈啊，未来不用为了这个游戏跑到太远的地方去了。那当然，我刚刚提供的这两个地点是有绝佳的这一个环境啊，希望说市府再做一个考量。让我们这个共融式游具能及早落实来实现。桃园市作为工商大城，芦竹区辖内也有好几个工业区，不过仍然有许多工业区在都市计划中划设的细部道路，到现在还无法开辟。楚春来认为，这对工业区的交通造成影响，呼吁市府要积极处理。芦竹有一些工业区的开发啊，虽然说已经非常的完整。可是毕竟啊，它有一些西部计划道路啊，在民国80几年就规划完成，那实际上啊都还未开辟啊，这是非常可惜啊。因为我们的工业区啊，临近这个机场，临近台北港啊，临近高铁，甚至上高速公路都非常的这个快速，所以说有绝佳的这个地理优势啊，可以把这个工业区啊开发的这个更显完整。啊，所以说不管这段时间台商的回流，还是工业地的一个需求，再显示啊，芦竹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好地方啦。那其实我们芦竹南崁都市计划里面有一些细部计划道路，预估大概还接近20条未开辟啦。啊，其实现在只能借重公家的力量，把这个道路开辟完成，让这个公益土地啊能释出，能加惠一些大型的厂商。再来桃园市来芦竹区设厂，也来活络我们的就业市场。我相信这样才是能实际达到我们就业繁荣，也是营造我们桃园市未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这边居住的这个主要的一些条件。
捷运绿线是桃园市目前最重要的轨道建设，市府预计在5年就要通车。而除了工程进度，储春来则是将重点放在站体周边的开发。他认为捷运建设跟周遭土地的区段征收必须并行，才能及时达成促进地方繁荣的目标。其实芦竹啊，可以说在桃园市啊，目前是唯一哈、有两条捷运通行的一个区之一了哈。那当然，我们这个蓝色捷运是机场的捷运哈，已经通行几年了。那相对的都市计划开发也比较成熟一点。那目前正在建筑的这个捷运绿线啊，未来也是希望说我们能这个尽速哈、来开辟这个部分的这个都市计划用地哈、来活的地方啦。其实捷运的经过啊，未来是人口聚集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如果目前来讲哈、整个捷运绿线啊，只有剩下 G12、G13、G13A 站哈、还未有这个都市计划的这个开辟啊，这是非常可惜。尤其这三个站啊，是目前桃园市啊，可以说地势非常平坦，也是人口哈、未来聚集的一个重点。现在桃园市政府都发局哈、有在这个做公听会啊，希望做都市计划的开发啦。那相对的这个速度非常的这个缓步啊，非常的慢，这是非常可惜。以现有的机场捷运来看，有部分车站周遭的土地都还是农地，或者处于闲置未开发的状态，欠缺妥善规划，当然也无法帮助地方发展。我们绿色捷运预计在4-5年后会通车，可是相对如果这个区段开发没有完成，那将来没有办法盖房子，你就看到一个景象上面在这个行驶捷运上，下面也可能在耕作这是一个都市非常反讽刺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在这边也要呼吁了哈，市政府加紧脚步希望说加快这个区段开发的这个脚步能达到我们捷运开通之后相对这个都市建设也能达到这个建设的一个需求。捷运建设带来许多美好愿景，但在执行上仍然需要更全面的规划，才能让市民真正享受建设带来的成果。走在桃园市的街头，最常看到的公共工程工地，除了捷运建设，就是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桃园市刚升格时，污水下水道接管率只有5%左右，在6都当中垫底。而这几年来力拼接管率目前已经超过27%。市议员蔡永芳表示，桃园有很多区域的主干管已经完成，他也建议市府加户接管可以加速进行。升格之后，我们桃园市政府极力 在推这个所谓的污水下水道这个接管率，一直在推。我们是整个全国里面算进步最神速的，因为我们从以前的5%慢慢进展上来，我们的接管率是最快的。好，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希望说以那个主干管已经到的地方，不应该这个在那边在等所以说以后才要再来接这个所谓的屋后接管，应该既然主干管都已经到了，那个用户接管就要赶快做。在这2年的催促之下，那一天日鼎水务的那个厂商有来这边聊天，他说预计我们在明年3月会在我们巴德进来的这个主干管的旁边的社区会先来做这个找示范的社区先来做，可能会从思源街会先开始做。蔡永芳以自身担任民意代表多年的经验表示，他最常接到的民众陈情，不外乎就是最贴近民众生活的事物，包含停车纠纷、噪音问题，而污水处理也是民众最常反映的问题之一。而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如果顺利推动，不但可以减少相关的民众纠纷，也能改善环境，确实一举数得。所以说我从政这么久，我发现这个有几个问题很难处理的，就是说左右邻居为了停车的问题，楼上楼下左右邻居为了漏水的问题，为了噪音的问题，为了污水的问题，这个很难处理。而且在桃园区的部分，我上次有看有些他还做后巷美化，
有彩绘，还有闽石子，哇，那真的，真的，如果说社区那个能够优先来做先做先牙先谈掉啦，就我觉得是赚到了。公共建设难免对民众造成不便，就以污水下水道接管建设来看，主要是让民宅后巷的下水道接入污水处理系统的管路中，但是有许多老房舍的后巷存在违建，下水道被遮蔽而难以施工，势必会产生违建拆除纠纷。对此，蔡永芳表示，市府针对这部分的违建拆除有一定的弹性，民众可以在影响最小的状况下自拆最小限度的违建，可以将影响降到最低。那其实用户也不用这么的紧张了。以后如果说我们用户接管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来接的时候，你只要每一户在它的地界退个75公分，两边各75公分，有1米半的距离，我们施工厂商能够继续做就好了，不是要整个违章都拆掉。啊，那个高度也是宽度各75之后一个楼的高度，只要这样做好，让我们工作可以继续做，以后出来的环境会非常好。除了违建拆除纠纷，在桃园也曾经发生过有不孝包商私自巧立名目，向民众收取费用来中饱私囊。对此，蔡永芳也提醒民众，市府下水道接管工程是免费的，如果民众必须自拆违建，建议主动洽询第三方厂商，如果邻近住户有相同需要，也可以一起询价，也能避免受骗。对于这个所谓后巷接管的部分的收取费用的部分，基本上水务局不会收任何一毛钱。好，这要跟我们所有的乡亲讲这件事，接管的都是我们公家部门去做了，民众要配合一件事，就是说，当你的要到你们家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违章建筑，请你自行雇工，洽师傅哈，退缩75公分，给我们可以施作。曾经有听说过某些地方哈，有一些不孝的蟑螂哈，就是说去收取费用了。那他们怎么收，怎么巧立名目，我们不清楚。但是跟各位讲，我们桃园市政府水务局哈，像我们这个北区水资源中心的承包厂商日林水务，他不会去跟民众收取任何一毛钱。那他们做好之后会跟你做回复，会做回复。好，那民众可能要考虑一点，就是说，当你在拆违章的时候，好，需不需要就是联合几户来货比三家，大家来拆，一起来施作，价格会比较，会对比较漂亮啊，会对屋主来讲可以不用花那么多钱，而且会比较省事。好，还是说那个，因为这个就牵扯到民间的一般的商业行为了，这个政府不介入。那如果遇到说有些民众他说，哎，我就不想拆，我要政府帮我拆，那政府拆的话就很抱歉，他是整个违章都把你拆掉了，所以一般民众也不会去希望政府拆的。哎，政府拆下来的也没有一般民间的希望锯的啦，拆得多漂亮，不会，我就全拆之后我就要做我的工程了，其他是领导代级的。好，那就是跟我们的乡亲讲件事，未来好，我们水务局做这个所谓污水接管的工程，不会跟你收任何一毛钱。好，我们也希望说民众帮忙配合工程进行。好，这个最大受益者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工程进行影响一般民众最大的，应该就是交通了。尤其八德的捷运绿线工程与下水道接管，两者同时进行，交通冲击难以避免。蔡永芳认为，政策沟通很重要，不论在哪个通路，市府部门都要适时说明，才能消弭其间或误会。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两个是同时进行，那时候交通是最繁忙、最乱，也是民众最跳脚的时候了。不过骂归骂，网络上很多人会在一些什么记忆吧的平台在骂说交通的时候，可是总是有一些比较理性的民众会说，这就是在建设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还是有一些比较正向思考的人会帮忙把这些话语把它写出来。所以说我常常也跟那个公务局也好啊，水务局他们讲说，有时候地方社团的平台哈，有时候你们要上去看，真的人就是歪楼歪很多哈，
适当的一个所谓的政策说明要丢上去。那像我们民意代表，我们如果丢上去哈，有时候他真的歪了很多，我会抓官方版的说明自己来贴，然后分享过去，让民众了解我们做这个建设的用意在哪。那像民众，基本上都是理性的啦，但是很奇怪，就是说呢，那个很少数不理性的人讲的话，有些人都喜欢听，会一直跟风，就歪了，歪得很严重，哦，所以说，像很多政策啊，最目前要推的那个所谓的垃圾辨识袋也是哈，那网络上骂的要死，可是他们不知道内容，当他们知道之后，那个知道的人哦就不会这么乱写的啊，就说我认为政策说明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的污水下水道系统要做的时候一定要开说明会，那蔡永芳很乐于当政府跟民众之间的桥梁，来帮忙说明，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工程的可期待性的这个公益性跟这个未来的一个对环境的一个愿景，我很乐意去分享这个部分，让民众去接受。市府目前在全桃园公告了8个污水下水道排水区域范围，在范围内的住户如果没有接管，可以向市府申请。初期还是鼓励民众主动申请，未来如果在排水范围内迟迟不接管，可能面临罚则。而市府的目标则是在4年内达到50%的接管率。桃园市位于国家的大门，面对新冠疫情所承受的责任压力都更加的重大，各位市民朋友也担负国门的防疫责任。接下来桃园市将进入大建设的时代，市议会全体议员必将严格监督市政建设，与您共同防疫，共度难关。